内平安。哎，我们再把圣经打到马可福音16章。从14节读到第18节，14节读到第18节。老子们，马可福音第16章14节到第18节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拿斧子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其实是行义的，是不是行义的？是的。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什么？好。手拿毒蛇，也必不是受害。你看，这样的，这是真正的信心，在信心的前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这个名美不美呀？美。大不大呀？大。有没有能力？有。有没有权柄？有。今天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什么事都做不成。耶稣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不能离开主的名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耶稣因为责备那11个门徒，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。耶稣都复活了，他们信的迟不迟钝的？是的，特别迟钝的。所以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复活以后看见耶稣的人，所以他就责备他们。看见耶稣复活的第一伙人是一群女的，并不是使徒，是不是？后来在哪？以马忤斯又向两个门徒显现。后来这11个门徒在哪里头？耶路撒冷，把那门关得紧紧的。耶稣后来在他们中间显现了，是耶稣责备了他们。今天信是何等重要的，信耶稣基督这个名字。好，我们看这里面有应许，说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信而受洗的，有许多人把这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把那个水洗捞上来了。这不，信而受洗不是受什么洗呢？这不是受水洗，而是受灵洗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有许多人就以为我受洗的我好得救了，那信完我受洗的得救，错误的。这受洗是重生的洗，圣灵的洗，是不是啊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提到受圣灵的洗。好，咱们再看，这里面有应许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这是神迹奇事。说方言，说新方言，这新方言是什么方言呢？啊，有许多人说的方言根本不是新方言，就滴滴滴哒哒哒叨叨叨，这不叫方言。说新方言是别国的话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假如今天我不会英文了，我要想给英国人传福音，他不会汉文，但听不懂我说汉话，那么圣灵感动你，就叫你对他传福音。这你一传，你嘴里说出来就是什么话？英文，这叫新方言。方是地方话，什么叫方言？你别把方言说滴滴滴嘎哒哒就是方言了，快上一边待着去吧。有许多人说的方言根本不是方言，教出来的，
你教我，我教你，就一个人人下来，唠唠唠唠唠，就这个，你会说，谁都会说，这唠唠唠谁都会说。主说定这个方言是地方话，什么叫方言？使徒行传第二章到底方言是什么？别国话。谁要问你什么是方言，你告诉他别国话，地方话。你可以验证一下，你说你说的是什么呢？哪国地方话？你可以验证一下，你说的是不是地方话？地方话就一个人吗？保罗当时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提到的，是那个别国话，那个方言是一个无定的号音吗？是哒哒哒唠唠唠一个音吗？现在很多教会的欺骗自己的眼睛，欺骗自己的耳朵，唠唠唠唠唠唠唠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到底方言是什么？第二章啊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。什么叫方言？什么叫方言？别国话呀，别国的地方话，它是一种语言。那鸟说话还会怎么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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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的？今天这个基督徒的愚昧无知的基督徒啊，心被蒙蔽了，他追求这些，追求什么？追求方言。来，我教教你方言，你就喊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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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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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舌头就拉了，完了就打团了。这是方言吗？不是。这是方言吗？不是。你总学磕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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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最后你也磕巴了，你信不信？这是学来的吗？这里边明明说是圣灵按照什么呢？圣灵分赐给个人的，对不对？这分赐的，这不是学的，也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学方言的。那学方言的到底怎么怎么回事？你们这里有没有学方言？学没学过？学过，你看有学过的。学过，学没学会？学会，就是那么啊。就学过了。不承认也不行，你有人承认是唠唠唠唠唠唠唠换珠啊，饲养员也会唠唠，也会唠唠。这里面说说方言，说新方言，说新方言就是别国话，听没听懂啊？新方言本身是地方话，就是别国的地方话。别国这个地方的人来了，一听你说他那个话，他听懂了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也保罗在那里就责备这些那些个说方言的，他们吹无定的号音，那舌头要说无意义的话，怎么能叫人明白呢？啊，你说的不是别国话，那别国来了怎么听呢？还教方言，你不信你教磕巴来，咱们今天我就教你磕巴，你一会儿就学磕巴了，结巴，东北话就磕巴，是吧？就结巴，是不是？你学结巴试试看来，咱就学结巴来，一会儿就学会，你信不信呢？是，因为人的舌头就告诉你，你这个肉体是软弱的，你学什么？学瘸腿的，一会儿就瘸，是不是？学结巴，一会儿就结巴，学眨巴眼睛，一会儿就变成眨巴眼。你试试看，这不是学来，是圣灵分赐给个人的。怎么去学去了？有许多人开始说新方言吧，说新方言在学方言，那群教方言的人不是从神来的，我敢肯定的说他不是从神来，违背圣经的真理，违不违背？违背了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，
是教你去学的吗？不是，都胡来了吗？都在我们那地方，我上了医院看一个病人去。哎，我带着谁呢？老梁头，个矮矮的，他去了，他信主不长时间，愿意跟我走。我说我带着你吧，那个在我后边跟我走，到医院看病呢。一进门，三字辈有几个在那里头，就开始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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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全那几个女就来一个了，就是老梁头。当时，哎呦，这是啥呀？这不是你换猪羔子吗？就往后退，看他们一捞了，他就害怕，他害怕就往后退。这啥呀？这信耶稣都信成这样了呢？保罗说没说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提没提到？你要吹无定的号音，人怎么预备打仗呢？方言，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更多，但我说的方言肯定跟你们不一样。你看看，保罗有没有方言？有。他说比你众人更多。我说方言呢？我说的方言不是无定的号音，那是真方言，那教的方言全是人那个欺骗人的方法。千万千万不能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！好不好？这教方言就学方言，学来学去你那舌头不好使的，难怪没口才呢，被人教的哪能口才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这个口才从哪里得来的？圣灵赐的。圣灵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千万别教啊！你一教出问题了。你看现在的灵恩派，他没有道啊，没有道就整这玩意儿，最后把这当绝对的，不说方言，你就不被圣灵充满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说方言，你就如何如何，把这相对变成绝对的。圣灵充满是说方言吗？是许愿在母腹里头也没学方言呐，他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傻不傻呀？耶稣基督在旷野也没说方言呢，被圣灵充满了。被引到旷野，就约旦河一出来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是不是啊？斯内满被圣灵充满，见天开了，哪有说方言的？他把这当绝对的呀，要不说方言就不得。那么都说方言，你说教会乱不乱了？乱，就乱了。就是方言是造就个人的，不是造就众教会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好话，强如万句的方言。在这里我简单的带一带这个地方，就是告诉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了，越到末后时期，这些稀奇古怪古怪稀奇，前面脊梁后面肚皮的这些事儿就出来了，净稀奇古怪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人爱追求什么呢？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是。你越爱追求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撒旦就把这礼物送到你面前。撒旦天天干什么来？送礼物的。你想要什么？要稀奇古怪，要想追求奥秘的，那就给你设立奥秘派。爱追求方言的，给你追求方言的，是不是啊？撒旦保证供应你。这根本不是从神来的，教方言是从圣灵来的吗？教的不少，纯胡扯。有的人还学，他没有真道，他就得玩这些，玩这些一玩出来，我肯定是钻空子，就上当了，受骗了，是不是啊？咱们讲的耶稣这个名多美啊，耶稣在这里给你权柄，可以行许多的神迹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这样的名字，也提到耶稣名字的地方的经文呢多的是啊，我不能一一跟弟兄姊妹都解释，就把主要的解释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就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不是啊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是不是啊？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，我信他名就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七点，信耶稣基督的名，
读那段经文，谁读一下来？犯奸的他也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就赐他权柄。这得儿女是不是权柄啊？是，这就是个权柄。你没有这个权柄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这里面说，凡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谁的儿女？神的儿女。简不简单？简单。神就用这么简单的方法，给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赐给我们。你只要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名字一解释开来，他就是福音。奥不奥秘？耶稣这个名字一显示开，就是拯救人的奥秘，就是拯救人的福音，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是不是拯救人的福音呢？是，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女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解释开来，就是福音，是吧？耶稣这个名字，他就是将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他来了，死了，又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为万人可信的凭据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根基就扎在他的名字上，我们没有人立别的根基，就立在这个名字上。只要信他名，他就赐给你权柄，做神的儿女，简不简单呢？这么上好的一个应许，竟然被人丢掉了，他非得往上加点什么？信名字不够，还得加上点什么？加上你的东西行吗？不行。信名字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加上人的东西就是不行。谁家上帝就从天上给他打到地上，不可以往他家的，他直接告成为儿女，就信他名字就成为儿女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信他名字，接待他进到我心里，这就是行为啊，是不是啊？口里承认，这就是行为，心里相信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是心里相信，等我心里有的，我口里就承认，这就是行为，这叫信心与行为并行的。听没听懂？我口里认耶稣为主，是不是因他认他的名字？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信心。因为口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的这就是行为，就可以什么得救？就是罗马书就这么说的。是不是啊？罗马书这么说的，但有多少人真正他总想往人为的往里加一些肉体上的动作？他说那个行为是动作，是不是啊？人的动作，人为的动作，这些人为什么说方言？就是人的动作，人为的，人为的动作，我得做一点好事来填一填神这个救恩上的不足，他认为圣养性太便宜了，太简单了，太省事了，是不是啊？得麻烦点，得加点东西麻烦点，救恩不可以加花样，对不对？跳舞可以转几个圈来玩点花样，但我告诉你有一样不能玩花样，谁玩花样，上帝就玩死他，神就玩死他。你不信？你看你跟神俩玩，你看能玩过什么？神就告直接跟我信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你就直接信就行了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。什么权柄？做神的儿女。耶稣是儿子，你只要信他名的人，神就给你个伟大的应许，就是做神的儿子。阿门。伟不伟大？伟大。没有别的。不要往我家里这个，我家里那个，悔改，我光信着不行，你悔改呀？这人傻不傻？就是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你看，就这么愚昧无知的人，愚昧到这个程度了。神给的直接。人给了人今天信的是间接，
神给知己，我也知己心，好不好？别拐弯抹角的，你拐弯抹角能得到吗？是不是？就像那个鸟似的，那个下面那个鸟那鸽子在那就给你吃了，中午就吃那鸽子，给你一把枪把那鸽子打掉。你说你的子弹拐弯能不能打到鸽子？能不能？不打。鸽子在那里往那打，给你一百发子弹你也打。你要真正打准了，就在前边，这鸽子就在那，我就瞄准，叭的一枪打下来，鸽子是不是你的？是啊。你直来直去的，手枪的，好不好？枪就直来直去的，不需要你拐弯抹角。神的真理就是这样的，他出来你要直接接受，就是道，就是生命；间接接受，他啪就变成两刃的利剑来杀你了。听没听懂？他的话你要接受了是生命，不接受是刀是剑。他口里出来的话就像两刃的什么利剑一样，杀人的，杀什么样人的？杀不信的人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你看启示录那里，杀那个什么样玩花样的人，跟谁玩花样？跟主来玩花样的人。启示录最后死那些人，他口中出来的利剑可以击杀多少列国？最后那些假先知、假基督，还有那些为奴的、自主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，最后都被他们击杀了。原因是什么？不信，是不是？帮魔鬼玩，跟魔鬼站在一处，最后他的结果是什么？只有死路一条，活不了了，对不对啊？现在这人就是往圣经的家添自己的意思的人太多了。家庭生命发生的变化，这简单直接呀，直接了当的。信耶稣基督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下面就不从血气生的，不从情欲生的，不从人意生，乃从神生的，好吧？从神生，下面约翰一说，从神生必不犯罪。你说简不简单呢？你这直截了当的，那一环扣一环的，接不接受他的名？这名是天父设立的，至高无上的。他说你只要信他的名，就赐给他权柄了，就权柄就赐给你做谁的儿女？就是神的儿女。只要有神的儿，是神的儿女，就有永生。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了。简不简单？它是连串下像个锁链的，只要你这环扣在这环上，那环再扣在那环，成就了。成没成就？成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，你相信成了，就在你身上成的。阿门。好不好？他就这么成的，你就得这么信呐。阿门。你非得，是不是啊？跟主俩玩一会儿，是不是啊？不用玩。凡玩的人，大主播，你要是神的儿女，大主播你就小心了。雅各玩没玩一把？上帝都给他了，你就说，大的是我所什么悟的，小的是我所爱的，给没给？给了。给他们非得抓，把那使者跟使者摔跤，使者都摔不过他，你说厉不厉害？哐哐摔起来，在亚伯渡口那地方就摔起来跤了。如果神那使者不捏他的大腿窝上坏了，他把神都摔倒了，把神使者都给干倒了，你说硬不硬？他总想动自己的方法，肉体受亏损了，是不是？嗯。给他干倒了，最后给他起名，你叫以色列，不叫雅各。意思你不要抓了，不用你抓，我会给你的。你本来就得胜的，神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母腹里就已经应许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说没说？说了。小的是我所爱的，大的是我所慕的。你不能用以扫的方法来换取什么呢？来夺取这个救恩呢？救恩不是你夺的，不是你摔跤赚来的。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，就跟他干摔。听没听懂啊？上帝答应你的事儿的，你只要信他名，他就赐给你权柄，就这么大个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权柄有没有权柄？
是儿子儿女就有权柄，不是儿女没有权柄。只要儿子他就呼天唤地的，神就给你这么样呼天唤地的。你说太阳指啊，我给你指如来，你说月亮我就给你指在牙牙舞来吧。那父亲听儿子是不是啊，父亲儿子说话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说降雨来给你降雨来，你说指住给你指住来，你说怎么的吧，红海对垒，红海就给你什么分开对垒了。这就叫权柄，儿子有这个权柄，奴才没有这权柄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愿意做儿子有这权柄吗？还做奴才没有权柄？我爱做儿子。这多关键呐、啊！一个基督徒真的，如果你不在这上面建造，你都建造在我认为、我想、我觉得，完了。好，再看吧。回到腓立比书，回到腓立比书，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，叫一切在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屈膝啊！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你看这段经文，耶稣的名大不大？大，就因为这个名字。就因为这个名字，这是第四点啊。第六啊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什么？屈膝啊，这名大不大？大，大伙都向他跪拜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因这名无不屈膝。无不屈膝，因他的名无不屈膝呀、啊。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什么？救主。始终要归谁啊？始终要，你看，叫一切在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的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天上的谁？天上的有天使，神造的那些服役的灵在天上。地上是人，还有先成全，天上还有先成全那些灵魂，就是旧约那些灵魂升天，比如说摩西、以利亚那些人，他们都在天上，天上还地上呢。现在地上是人，是不是啊？天上是属灵界的，还有地上，地上是谁？物质界。这是物质界的，是不是啊？人、动物，这些万物都是物质界的。还地底下谁？是不是有地底下？有。地底下的是谁？死去那些人。死去那些人暂时在哪里头？地底下。这些人无不口称耶稣为主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地底下怎么也口称耶稣为主呢？那地底下
他们现在在那里头得救那些人，他们现在暂时他们在地底下，是不是啊？成全一人之灵魂在地底下，等耶稣基督来身体得赎，使他们进到天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么这个天上的呢，灵界的，地上的物质界，还有地底下的，嗯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说明耶稣得救权柄大不大？大。因这个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他将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28:18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，就这个所有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父子圣灵的名代表什么？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基督的名，你奉基督的名也可以。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，你们奉我的名受洗。耶稣说父子圣灵的名，耶稣这个名代不代着父的名？代代子的名？代不代圣灵的名？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赛亚书9:6说什么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君。你看这里面有几个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名里就包含了这些，所以天上的、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？都赐给耶稣了。耶稣是所有天上地下和所有的的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灵界的王，物质界的王，是不是？地底下也是灵界的，地顶是天上的，也是灵界的，物质界中间的是物质界的，物质界中间包含的灵就是我们。我们现在有物质的肉体，有什么属灵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物和灵合一的。当然我们用信心相信我们的物质界的身体已经死了，但这地底下呢就是灵。哪些灵呢？哪些灵？睡着的灵。还有天上的谁的灵呢？天使的灵、服役的灵，还有其他的灵，上帝们出熟的果子，有一些还入到天上去。听没听懂啊？好，咱们再看啊，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使荣耀归于父神呐、荣耀归给谁了？因他的名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第七点，使荣耀借着哪个？借着谁的名？超乎万民的名，使荣耀归于谁？归于父神。荣耀归父神。咱们天天愿荣耀颂赞归给谁？归给父神。归给父神。因为借着耶稣就把荣耀归给父神，对不对？嗯。借着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还是归给父神？归给父神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耶稣祷告，是向天父祷告。现在有许多人祷告不会祷告，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向耶稣求，这样祷告对吗？为什么不对呢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是借着信向父祷告，父就垂听。那你直接向耶稣祷告就完事儿，
你为什么奉耶稣基督名向耶稣祷告？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你到最后奉耶稣的名向你祷告，多不多此一举啊？这祷告都是没明白。耶稣教我们奉耶稣奉他的名向父祷告，这个正确的祷告是这样祷告。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主不听呢？就是没明白，在肉体里祷告，在肉体里祷告全是凭自己的意思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圣灵引导你祷告，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但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帮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再看十二节，咱们先从十二节读到十八节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功劳也没有徒劳，我以为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献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中的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第五点，第五点啊，大点，一同喜乐。第五大点是一同喜乐。保罗在这里面是劝勉，在第三章呢有警戒也有劝勉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更是顺服的。这就说，第一，他说我在不在，人在和人不在，人前和背后都一样顺服，是不是啊？人前人后一样顺服，有的地方工人来传道的时候顺服这一道，工人一走了马上就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教会？这样教会是什么原因呢？不失守真道，没在信心里建立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就是经常顺服的，不然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什么顺服的。所以人前人后是一样顺服，一样顺服啊，没有不顺服的，是不是？眼前一套背后一套，眼前说这道真好，背后的高伟，手拿语录本，万岁不离嘴，当面掉眼泪，背后就高伟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的外面一套，我顺服这道，我听见这个道了，走了之后了，顺服了。这样的教会我见了许多许多的，我也走过许多许多的教会，但见过这些事情太多了。他们就是面上一套心里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是不是啊？当面你这道真棒，讲究是世界最棒的道，幕后来完了给你跟哪捅刀子，搁后面捅刀子，这样人是顺服的人吗？
首先真理就没顺服，别的更不能顺服了，除了撒谎就是撒谎，就骗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无论人前人后，我在那和我不在那都照样都一样的什么？为什么要说我们看希伯来说，小豆们，第五章七节，五章七节什么？为什么要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？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因为一个顺从的人才能 得到永远得救的根源，没顺从，当代顺从，背后顺从，能不能得到根源？今天说顺从，明天不顺从，能不能得到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？什么叫永远得救？一直顺服下去，这道是一直顺服下去，持守前面信的道，后面守道，就叫一直顺服下去。前面听了，后面没守，叫顺服吗？这不叫顺服，是不是？真正的顺服呢，是当面顺服，背后还顺服，更加顺服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是吧？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啊，是不是啊？背后是什么顺服？第一，这里面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加小心了，恐惧战惊，恐怕你在后面见到那到哪里去啊？肉体里头去，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什么？做成得救的，得救了没得救？得救了。下面还要做得救的功夫，是不是啊？经常讲功夫这两字，做成得救的功夫啊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？啊，我们看看做得救功夫是什么？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没做成得救的功夫，中途的道就变节了，信了一半，后来就变节了。做得救的功夫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做得救的功夫，下面上人前是这样，人后这样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前面是信，后面还是信，前面靠信心得救，后面还靠信心什么成全，是不是啊？第三章第一节看加拉太人，他是不是做得救的功夫怎么做的？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见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就是算给他的。亚伯拉罕前面信，后面还靠信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靠圣灵得胜，后面还靠圣灵行事。前面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，上面建，往上建的时候，根基是宝贵的，是基督建立在基督身上，根基是尊贵的，上面也得有金银宝石，上面又草木和结，一成全，那功夫完不完呢？完了。我得救完了，成全功夫的得荣耀，马上换了。换什么了？换靠律法，这是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？这不是啊，这用什么？用人为的方法做成得救功夫。这怎么说？恐惧在加小心了，做得救功夫恐怕要掉到那里头。保罗刚走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最后做得救的功夫靠肉身成全去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呢？这样的教会呢，在整个的世界中间多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为数太多了，前面靠圣灵，后面靠律法，前面靠信心，
后面靠行为。那得怎么办呢？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十一节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。这招啊，我们被招配不配得过？配得过所蒙的招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向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两个一切，一个是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。什么叫一切呀？有的人连一切都不明白啥。什么叫一切？一切就是谁用大能，你用信心，行不行？给你成就良善，你别前面靠自己，前面靠信心，后面靠肉体。靠信心是神大能在成就，下面还要靠信心，神大能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都是神在做。听没听懂？得救的功夫是得荣耀，我用什么成就？信心，是不是？前面如何，后面也如何。前面靠圣灵，后面还靠圣灵，这人就叫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前面靠圣灵，后面还什么？还靠什么？前面凭信心，后面还要凭什么？信心。把这擦了。这版本太小了，对不对啊？前面靠耶稣，后面靠我自己。前面凭信，后面凭律法。耶稣救了半截，下面那半截我自己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啊，第三点，前面靠信心，后面还什么？前面靠信心，后面靠行为，能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？前说人在那时候是一样，人不在那还一样，保罗在那一样，保罗走了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保罗在那时候他受辱了，保罗一走了不受辱真理了。这行不行？不行。我今天在这里头，你们说我信，我一走了开始摇晃了，这表明什么？人前一套，人背后一套。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前面靠圣灵，后面还靠圣灵；前面靠信心，后面还靠信心。这个人才是真的。好，再回头再看啊，看提摩太前书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晓得吗？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什么？都跑家谱里。保罗经常强调不要去整那些家谱的事，那一点虚妄无益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有的人查家谱，这个查一下，那查一下，你查吧。这里面提到虚妄无益的，是不是？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什么上建立章程啊？信上，就在信上。前面靠信，后面还靠信，在信上建立。本于信，以至于什么？信。四点，本于信。下面还以至于什么？信。
圣灵得生呢？下面是靠圣灵行事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前面靠什么，后面靠什么？第五点是不是？我前面是靠恩典，后面再恩上什么？恩上再加。恩典下面还是恩典，这个人才能成了。前面靠恩典，后面靠律法；前面靠信心，后面靠行为；前面靠圣灵，后面靠什么？靠肉体，行不行呢？如果这样就行，我们就不用讲。好，再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这句话很复杂的，这句话复不复杂啊？这句话相当相当复杂的。第二，你们立志行事是谁在你心里运行？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神一运行，你想立志行善，就看谁今天谁行正。那些笔呢？这笔没水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神运行，你想立志行事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在这个时候就有容易用错的人前说一同干什么呢？洗脚，跟我一同洗脚。那怎么能洗脚？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运行，人前一套，人后还是一样的。人前是用信心，人后还是用信心。人前靠圣灵，人后还靠圣灵。人前靠恩典，人背后还是靠恩典。下面说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一运行你就要立志行事，一立志了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他的美意是什么？你们在心里一立志，你就知道神现在已经在我心里运行了，是不是啊？神运行，我要立志行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立志行事的时候是怎么行事的？啊，是怎么行事？有人在立志行事的时候，神运行已经有圣灵的神，圣灵在心里运行立志的时候，马上就跑肉体里去立志行事去，是不是啊？我要成就他们。上堂课我讲到了立志行事由得我，只是行事由不得我。保罗也立志行事，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他心里运行，表明保罗已经有了圣灵了，对不对？在交战的过程中间，就是我讲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他在交战，肉和灵进行交战，在这种立志行事的时候，表明已经重生得救了。当你重生得救，圣灵运行，你想立志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表明了一个人靠圣灵得胜，来靠圣灵行事，还是靠圣灵得胜，下面靠肉体行事了。当保罗立志行事的时候，立志行善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奥秘，发现什么奥秘呢？第一，他发现肉体里没有良善，
发现的。良善的只有一位，他又发现了呢，在征战过程中间他发现了两个律，是不是？两个律的交战，他又发现了第三点，征战的结果是什么？谁能救我脱离这什么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绝对不能靠取死的身体成就，绝对是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就在征战的过程中间，才能发现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靠圣灵得胜，又当靠圣灵行事。是不是我得救靠圣灵，我得荣耀还是靠圣灵？就在征战的过程中间，在别的时候还显不出来的，是不是在信上建立章程？是不是本于信以至信？就上帝许可，圣灵一在你心里运行，你就立志行事的时候，再来体验出这个问题。最后保罗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这件事情就在保罗身上成就了，是不是？保罗身上成就的是怎么成就的呢？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保罗里面立不立志行善？立志善。保罗最后发现两个人在交战，而且是两个律在交战。保罗发现我肉体里没有良善，发现良善只有一位。最后发现了，保罗最后征战结果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身体？脱离身体对，还是靠身体行事对？脱离运行，我要立志行事；脱离身体行事，还是在肉身中行事对？脱离你看不看？这件事情就是整个教会中间，在这个地方也误在这里头，靠肉体行善，住在肉身中行善，还是脱离屈死的身体？啊？最后保罗征战的结果是谁？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什么？第五，我把它改到上面去，一同喜乐，一同喜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很关键，很关键。我在讲重生得救的人，讲得很细。弟兄姊妹可以听一听我讲重生得救，在这个地方指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。好，再往下看啊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的美意就是叫你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，好能行事，靠圣灵得胜，靠圣灵行事。不脱离这个屈死身体，靠圣灵得胜，不能靠圣灵行事的，对不对呀？靠信心，圣灵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，这就是他的美意，叫你恨恶自己的生命，从你自己我的生命中间出来。第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什么发怨言起争论。什么意思啊？凡所行的。第三点，凡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所行都不要，发怨言，起什么？起争论。凡所行的，都不可发怨言，起争论啊。发怨言起争论，为什么凡所行的都不可发怨言起争论？你所有的这个行啊，是不是啊？都在上帝的美意中。他为要成就我，为什么立志行事呢？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有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
看见张弟兄行的，我也不要发怨言，我也不要为他行的起争论。看见你行的，你也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原因是因为神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个时候，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了，不一定都行得好。是不是啊？不一定外在都行得好，肉体都行得好。自己征战的过程中间，可能行得不好，像保罗一样，立志行战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不要为他所行的起争论，凡所一切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因为神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的美意是什么？接着立志行事，他在心里运行立志行事的时候，叫每个人都发现靠肉体根本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这里面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的美意就叫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没有良善，就叫每个人都发现人靠肉体不能成全，都得靠信心成全，他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羡慕的良善。这一立志行事，圣灵运行立志行事，立志行事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对了，为什么对了呢？你就知道我不能靠肉体来成全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。阿门。一切都因信，上帝用大能成就所羡慕的良善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所以现在我们在中间看见任何人的形式，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的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你这一起争论发怨言，你就有瑕疵了。你争论到哪里去？跑肉体里头争论去，这个好那个坏，这个行得好，那个行得坏，是吧？你就开始起争论，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下面说什么？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是不是？这里面无可指摘，就一点指摘都没有。第四点，使你们无可是斋，哪个斋呢？是这个斋，洗手方式，是不是？嗯，无可指摘，挑不出毛病。下面为什么会挑不出毛病呢？下面做神无瑕疵的什么？你看，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无可指摘，第五点是什么？诚实无伪啊！无伪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伪伪装出来的，所以他行什么事情，你不要他行事呢？他那事做起来证明他没假，没做出来，因为那板子出假了，是不是出假了？这叫诚实无伪，别伪装。不是装出来的，你或者你今天你肉体有毛病，他也有毛病，他没有伪装，他有毛病，他是妓女，是不是？他要是睡地，他睡地他就勒索，他妓女他就干什么呢？他是诚实无伪的，他是无伪的，最后呢把他显明出来，显明出完了之后呢，主在他身上进行建造，建造出来的比他原来那个还好。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好叫我什么无可指摘。你要有可指摘的就坏了，无可指摘是新生命才能活出无可指摘的，新生命有可指摘的是旧生命，是不是啊？旧生命怎么行它也是有可指摘的，这次使重生的生命是无可指摘的，诚实无伪的，对不对？显明出旧的生命，你才能肯脱，你才能肯死，你才能肯恨恶他，
你才能肯离开他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把这个救人显得淋漓尽致的，你发现他这人根本没有诚实，这人根本不好，这人有瑕疵。所以呢，在运行的时候就一直一立志的时候发现我救人没有良善，这时候你就对他产生什么了？恨恶的心，产生恨恶的心成就了，为要叫新生命做无瑕疵的儿女，把这个显明出来，这个最后就把它拆掉了。把哪个拆掉了？把有瑕疵的，最后就做什么？无可指摘的，诚实无伪的，在这弯曲邪恶背叛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。就把那无瑕疵儿女显明出来。咱们一同闭目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引导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夸胜。阿门。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，你都知道。阿门。但今天你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。阿门。成就我们一切所向往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。阿门。叫我们在信上建立章程。Amen. 因为你说你们的信救了你、Amen. 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、Amen. 我相信主你的应许必不落空、Amen. 你必要按照主你的应许给我们成就、Amen. 主就求你来保守我们、Amen. 使我们每一天都凭着信心仰望主你的应许、Amen. 但愿你的应许成就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、Amen. 但愿你的话语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扎根，使我们的心成为肥沃的土地，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在这邪恶淫乱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借着腓立比书赐福我们，使我们借着这一卷书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赐福这一天的聚会，但愿弟兄姊妹的心灵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求主你安抚我们的心灵，把所听见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好。